是读功夫啊！算了，陈老板，一天的，哎，阿布，那我们就困了。给吃过来，别干。哎，吃过来，吃大亏了。上面见了，你有吗？我呢？我还是读功夫，其他都在这吃过了。来，大家快跟到，吃过来。我那么疯的，你那么疯的就困了。啊，吃过来，米了，你有吗？我米了，给了我呢。我不知道山鸡，我这个怪你咋整？山鸡，高点可不是为了给，我们有的风给你。啊，我讲高干呀！等等，我干也带了五年了，怎么感觉干也大了？我干呀，这。我跟你们就过安过他牛了，我讲他就把你打了，我跟你。阿伯，阿伯翻你。啊，你管那给叫他们给叫叫，你。我给小五，没叫我们叫他们来接吧。啊，没那没看家父那他开会。你管你叫过来叫他。叫他过去。Ha ha ha!